这组号18门派竟然刷了189关，这是多少玩家不敢想的数字。这也是隐隐大佬转区一江南的18门派首秀，更是要在这最后5分钟来冲刺全服第一名。这组天花板武神木从昭君台转区至此，为的就是本周末的18门派。为了稳定打破记录，还特地邀请多位职业竞速玩家担任操作手，可以做到随时切换变身卡和秒换队长，还有精确的计算月光时间等。多人完美丝滑的配合让效率再次提升。这次带全法伤灵士的属性为2474法伤，虽然距离巅峰2521的法伤还有数十点差距，但输出已经完全够用，甚至溢出。胖虎也废话少说，让我们沉浸式欣赏这组号18门派带来的视觉盛宴。这组号五套青花瓷猫耳朵造型完美诠释出顶级竞速五开的实力，没有带飞的情况下最后以189关的成绩成功拿下全服第一名，也期待隐隐大佬再创佳绩。